今儿怎么有空找我这来了？哥哥，我一个人生。老头，你他妈是猴子请来逗逼的吗？我他妈让你看！反正这事儿啊，不能就这么聊了。不就是一嘴吗？没抽那边就不错了。还听你丫说话。喂，张学军。 这世界不是你们这些小老百姓能想象到的，别给自己添麻烦。怎么是个大贱啊？我弄了一碰瓷玩儿，没人搭理我。会他们说人话吗？咱他妈什么时候上过这个呀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可是把自己亲的人，啥也不亲。 报警，咱俩别背了，别再进。您这玩的美术啊，我说大爷。大爷，我三环十三少。